好，我录影哦，我开始录啊，陈佑希。好。好乖啊。对啊，胖胖超乖的。它毛摸起来像金鱼，但是个性却像妈妈，温柔善良。对啊。它有特别害怕什么东西啊？害怕。有一点点紧张，棍子吧，我拿拖把它就会很紧张。为什么？可能以前我被打过吧，它就在外面流浪的小狗啊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为什么？潘潘。潘潘。好。